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找老板，估车估车。喂，你在这边干嘛？哎、欸，休息室去，当然是休息呀、啊。啊，不然呢？我怎么知道你自己躲在这？我片子都还没找好，你就冲过来了，靠呀，怎样啦？估车了啦。我是很久没估车了嘞，哈，感觉是老头疼的要死啊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三只对不对？代表什么？你一定不知道。怎样？为什么你出门会带三只车的钥匙吗？不会啊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只是门，一只是引擎，一只可能是后车厢盖之类的。1992，啊，这 Camry 啊，干1992 Camry 干嘛啦？啊，你就来哭就对了没 ？Camry， 你认识吗？看过啊，就老 Camry 嘛，对啊，大屁股的嘛，啊，灯长长的啊。你问他有没有换新车就好了，叫他去换新车。啊，就说是我们粉丝啊，一定要你帮他估啊。我跟你讲，大概来拢粉丝啊，丝粉嘛，就马上讲丝粉了。哎呀，不是干粉，是丝粉。来，大概拢粉丝啊，啊，见面讲哎。小师哥，我在旧换新啦，都五万，都六万啦。92年，等一下又跟我说要7万，要8万，我怎么受了？然后，哎、欸，网友也不错啊，网友会说，哎、欸，小师真的太好了，这个粉丝每次去都是要薅你而已。恭喜有没有动，我有没有招楼啊？你又不知有没有看那个尾牙发了多少钱出去，都快跑路了、欸。好了，我们去打发他好了。好，等等等，哎、欸，被林嘉宾哦，我们姐姐也在林嘉宾呢，有没有？这样，有没有？这个窗外哈、哦，坐着这个好，别回头，末班车要开了，哇，你不过先走，哇，差不多安尼啦，对吧？末班车，好、哦，外面微微下着小雨，对不对？窗上的雨滴反射着我的脸庞，已经分不出是泪水还是雨水。旁边有没有上那个国字手写的哦？好，不要用标楷体哦，要用那种手写字体，有没有？哈、哦，这个已分不清窗外的倒影，好、哦，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哎，好不好？哇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结果他妈的，你也是给我懂吃干活，对吧？不，那上次用过了，用过了，好，不要再用了哈，不要用追龙烟哦，好，还是雪中红哦，不行了，走，在哪里啦？前面了，棚子底下。啊，这大灯泛黄是基本配备，对不对？哎，有行李架，对，有行李架，有行李架就是，哎，我们的呢？长的哦，棺材车啊，不是。讲太大声了哈 ，wagon 我讲三种，你去 Google 翻译查哪个是正确的，你就把那个剪出来就好了。wagon， 比如说不知道它是几数手字牌嘛，哇、哦，这个四数手字牌，这个五数手字牌，啊、哦，这个六数手字牌开起来很好开，好，然后你去查剪片的时候去查资料哪个是正确的，你再把它拿上来，会不会？哦，你看天线在这，这个以前哦，我有买过一台，它这个后面有七人座，不知道了吧？这一台我看行照是2200的，所以2200的话后面应该就是五人座的，它就没有第三排椅。我还讲这门我的内行的啦，你又内行，别讲哎，这我买鬼啊不？把手断了，什么鬼东西？超大容积行李箱，那时候哈、哦，这还是2200的嘛。如果是3000的话，后面这个拉起来会有个椅背跟椅子，它是朝向这边坐的，朝后面坐，朝后面坐有两个位置，小朋友可以坐而已。然后它就是坐在椅子上。哦，然后脚这个比较深，脚放下去，然后就这样坐着，然后还有那个两个安全带，不知道了吧？没看过啊，啊说你菜还不承认？哎，哇、哦，我现在才发现呢，怎样？哇，你剪新发型呢？来来来，哇，观众没多少钱？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，哇，哎、欸，哇，剪多少钱？3000？4500。哈、啊，剪100嘛，吹3000嘛，总共花3100嘛。哦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剪头发那么贵？3100。他就减100，吹3000啊！他可能不止吹吧？洗加减300，吹3000那样，是不是？你讲不止吹哦，啊，不止。不过这台有一个还不错的，就是他这个还在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老车就是霸气。你看我们的遮帘是什么皮的？有没有？一般遮帘是布的。嗯。老车就是霸气，可是他把手已经换掉了。他是冷气啥？啊，我知道，车顶架的横杆，这门我丢啊啦，万能自攻螺丝，
这个就是哦，里面的那个塑胶的那个溜啊等体啊，直接就攻上去了，直接锁上去了，土炮，完全就是土炮。Toyota， 哈 ，Camry， 哇 ，Toyota， 干 A 六七哦，哎，点会破，完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一趴灯就不一定找得到了。这个不是那个仙灯雅阁那种，到南部有四五台可以选。这个难找。这个在路上有看过吗？没有啊。而且这个特别，你看两只雨刷，一只刷不干净，两只就刷干净。一个便当吃不饱，为什么不吃两个？有人分享一次没有抽到，分享五次就抽到了，一样的概念，这也是它的那个特点之一啊。我之前那还是深蓝色的，如果有人在树林板桥一带看到一台这个五门的深蓝色，那还就之前我。我卖去那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一个血泪的故事。那个大概约莫在5年前吧，那时候公司生意还很不好。我记得那台车哈，我还是冲到台南去买。那时候很可怜，那时候一人公司，你知道，两人跟我老婆两个人有没有？铁门店门拉下来有没有？坐车就去台南。哦，那台车是很有故事。那个时候还不流行 YouTube， 哦，可能搞不好一些老 YouTube 已经开始拍了。很可惜，那个故事哈，如果在现在记录起来，我告诉你，点阅率一定很高。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样，因为那台车我印象很深刻，他们哈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来找我的。那个车他们从小到大的车子，爸爸已经离开了，他们一直舍不得卖，放好几年。哦，后来一直看我的部落格，我把部落客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在吗？你知道部落格是什么吗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正妹墙是什么吗？知道了。真的，你知道骑摩聊天室是什么吗？这个我还知道。你骑摩聊天室你知道？国小的事啊。你国小就骑摩聊天室？对啊。今天台北聊社这样。你有没有进去看？你国小应该有哦。我应该是桃园的。哦，桃园是哦，桃园哦，聊社这样。所以啊，看到我的部落格就觉得说，哎，这台车要交给我。哦，那个车真的，他们我车牵走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觉得我要再做一件哈，让人家骨肉分离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很像在人家面前把人家亲人带走那种感觉。嘿，大家妈妈、儿子、女儿站在那边，终于离开的时候，哈，哇，那个眼眶都含着泪啊！我要开走的时候，我老婆坐旁边，我就跟我老婆讲，我说，哎，这。我们好像在做一件，到底在做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种感觉，你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遇过那种感觉，有点类似你如果有养宠物的话，一个宠物你养十几年，有人在你面前把那宠物抱走，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嗯、真的，那个真的拍个影片，真的是非常的有故事的一个影片。那个车上面都贴了一大堆的什么小叮当的贴纸啊，就是他们小时候啊，有没有？他们都坐后面啊，然后在那边贴贴纸啊，然后跟爸爸载着一起出去踏青啊、露营啊、郊游啊，从小到大的回忆交给我。结果最后哈、哦，我的故事也蛮感人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哦，那边商人对不对？买回来赚一手敛财对不对？我回来那台车哦，我整理也花很多钱，花完之后啊，无奈现实所逼，我很喜欢那台车，结果缺钱，真的缺钱，就可怜呢。以前自己开一个小店，你知道那个。一个月开销都打不过去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家里回家有没有？阿丹，你有没有回家？然后看到门上面被贴一张红色的，说你再不缴电费的话，哈，几月几日即将要这个断电。你有没有看过那单子？你没看过对不对？妈过太爽。然后无奈就把那台车卖掉。对，阿丹，这台车有没有直接去？好，我们现在有点小小的能力，那你跟他讲要卖多少钱，就直接给他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有能力可以把它留下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直接去，我去。然后问他说啊，你要卖多少钱呢、啊？小师说，妈的，他就是要了啦。没有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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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剪掉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认真顾一下车，好不好？这个车，我坦白说，现在车太多，留下来我可能也开不完的啦。好，所以就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，有一点情怀没关系，毕竟我们是车商，那我们就用一种带有一点情怀车商的角度来顾这个车。而且他这台车哈、哦、有选配那个 Peugeot 的铝圈盖。这什么鬼？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叫铝圈盖？而且我跟你讲，还配备高级束带，绑用绑的、哦，好不好？你这铁圈加铝圈盖，一个铁圈盖啊！你知道这哪名牌啊 ？Off White， 你知道？手环，你知道？一条要万几块呢？所以今麦两条嘛，2万加2万买选配的，看这边也是 Peugeot 的啦啊。这外观应该不用看了吧，几乎都擦伤了。这边也擦伤，哦，这边也都擦伤。哦，有选配，高级雾灯组，爆亮。以前哈、哦，年轻的时候，这个雾灯组哈、哦，那个汽车精品店都有卖，买回来加个铝类自己装，哇妈的亮到西伯朗。
这雾灯超亮。哎，其实哦，你看其他的还蛮漂亮的呢，只是说它这个只有开门的地方，你看弄个鬼耶，哇！啊，这个车92年到现在30年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撞到，我觉得合情合理啊。你看这个车顶行李降也都落差了，刚刚那两个横杆应该都是差一家，好不好？然后可以调。哦，有没有头上还有这个老流板？没有啦，这是在放那个车顶架的东西的。哎，盖那这边没盖子，这一边有。哎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通常都没盖子，是不是车开一开，然后就滚臭，怎么滚下来？原本应该是四个都有，后来担心那边才上速带，有没有可能？高级铝圈盖了哈。啊，好，我看一下跑几公里，隔热纸弄啊那样，你看。这我裂整条，从里面看更明显。你看，哇，这隔热纸后面还有再贴过一次，因为这个 V酷的，以前小时候好像还没有 V酷这个牌子。正常来讲，30年前应该还没有 V酷的牌子，我印象中是没有。哎，有定速呢，定速拨杆，有没有 ACC？ 蓝色内装，这是蓝色，对，这蓝色，我以前那也蓝色的。好，发动。哎，跑15万呢？才15万啊！看，这是麦，这是麦。如果没意外的话啦，我的逻辑，我印象中我逻辑没错的话，它这个你看啦，它这个外圈，因为当时这都美规的车嘛，它这个外圈有没有？好，嗯，这个外圈是迈嘛，内圈你看60迈等于100公里，嗯，所以内圈小的是公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计数器应该是以外圈的为主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迈，应该是这样啦。我记得以前的车应该是这样，没关系啊，有错，反正现在网友厉害，网友会回答，对啊。其实这批车齁不太用担心什么引擎变速箱的问题，这颗引擎就跟2年前我买的 Celica 现在坑一下雷纳小红一下，好不好？那网友定期隔一年都会来留言说现在2019了，到底整理了没？然后现在2020了，哎呀，2021了，到底整理了没？网友都会定期来留言提醒我这件事情。哎，那个我想要拍，比如说像那个雅阁翻灯啊，我想要用一个方式，就是说抛出来，然后问网友说我要考什么颜色这样，然后回答多的我们就照这个颜色，投票啊。啊，你觉得要用什么方式？就是因为 YouTube 比较多人嘛，啊，YouTube 有投票啊。YouTube 哦，你是说那个留言区吗？社群有投票啊，我记得。哦 ，YouTube 社群有投票是不是？嗯，来举办一下。好，哦，先从雅阁开始。哎，欸，看高级上班族来了，你看高级上班族来了。几点嘛？我老讲霸品霸到唔知倒位去啊，霸到一边去啊，今晚该来上班。啊，你看小时汽车。哎，欸，不是，我们也是很辛苦啦，真的啦。我每天吼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。说小师哥，你们缺人，我要去你那边上班。我真的几乎每天都会收到。可是我讲实在的哦，人家说什么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对不对？嗯，私底下也是很辛苦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阿呆，对不对？吹一下也是要花3000，吹头发啦。你看又一个高级上班族来了，你看那边干的抓包抓啦，再抓啦，拍啦。我们都已经拍到影片都快结束了，两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，现在才来。你看，好看一下引擎，这个就跟我那个 Celica 一样啊。那那时候美规这个打开都会有一个照地灯，这个就是为了安全。这一批如果是四门的，以前叫做大屁股的，因为它屁股肥肥高高厚厚的。后座看一下，欸，其实椅子蛮漂亮的，我蛮喜欢。以前老车的那种绒布椅，它有点像法兰绒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以前那个年代很流行绒布，有点像绒布的那种椅子，看起来就觉得很有质感。我觉得比皮椅看起来有质感。很多人说坐这个会闷热，我实在其实我不太清楚。坦白说，我比较喜欢坐布，我好像很多影片都讲过的。哇，看这原本是油压顶杆吗？改的吧？欸，原本就是欸。哦，这么先进哦。这原本就油压顶杆的呢。哎，欸，啊，你无摕一支雨伞来帮我撑，我无法度看车啦。我至少这个哎。哎，我唔知叫夹死哦，你他妈的！等下我看一下车哈。其实这个哈，我不用太认真看啦，因为这是真的老车了。有看到这一集、那一集、那一集、那一集哈那些的，这就是真的是买个情怀而已啊，不要太夸张的那个碰撞就好了。你看啊，那时候的那个年代的 Toyota 的四缸引擎啊，都是往后倾，包含 Esho 啊，哦，还有 Camry 啊，他们的引擎都是往后倾，有没有？倾，嗯，的很明显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嗯，
这么斜的呢？有没有？它是超斜的。嗯。哦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种这颗引擎最方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机油芯超好拆，就在这里。哦，欸、超级好拆的，有没有？超级好拆的机油芯，我看后面有没有漏油。干，我就敢用钥匙耶！妈的，我帮你撑着，我帮你撑。你确定？哎、欸，还好哎。啊，有啦，靠腰当地咯。我觉得你拍不到，可是超湿的，湿到不行。皮带是新的，水箱水不够，可是水箱水是新的呢。你看，水箱水超绿的，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方向机油也漏到扣八，然后你看那时候这边还有一只缓冲引擎脚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颗引擎入档的时候啊，引擎的晃动很大，因为它放斜的，所以它那时候为了要避震，就在这边也做一只引擎脚。水箱看起来还蛮新的，那老车也是都会漏油啊。有时候整理这种老车真的是不知道该把它漏油全部整理好还是怎样，很头痛。哎、欸，这个叫做分电盘也新的，有没有这颗？那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，我很想要理解说他什么时候换这根的。可是他写16572.74190.7，这是什么？终极密码。哎呀，我也知道你怎喜欢啦。然后哦，这个发电机跟压缩机都新的，都新的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换没多久了，这个它上面有日期啊，2018年3月出厂，压缩机，这应该算蛮新的。哎，这个也换过哎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水龟座。哎呦，有花一点钱哦。好啊，没有撞啦，就是叶子板螺丝其实有洞。可是这个车叶子板螺丝有洞，我就觉得无所谓。然后 Toyota 我讲过了， Toyota 的那时候我忘记现在有没有了，忘记了它的那个水箱架上都有这个编号，所以你如果买一些比较老的 Toyota 先开，水箱架上面没有写号码，换过了，对，那个都有问题，好不好？看小师长知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看完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他如果开出来，对，小师这个车我们旧换新，就是5万6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卖个跟上次那个303一样，那卖个7万这样，比如说啦，那我们就跟他买7万了。OK，对啊，七万就跟他买啦。哦，好吧，这车真的很少啦，真的啦，你钱拿得出去，你不一定买得到，相信我，相信我的判断力。我去问一下，在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客人在哪里？靠腰啊，在那个休息室里，休息室哪一个？那个蓝色的、哦，蓝色的。好，你让我冲他金毛狗，你在蓝 K 里头。你猜猜，真的七万哦？你猜猜，七万你觉得有没有胜券在握？七万有了吧，很高了吧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车就旧换新就5万而已，我们买个7万，你等于有比这个报废高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讲啊，这个车不要让它这个进到坟墓里面，要不然就感觉很可惜啊。所以最后我们的成交价12万，看。十二万是什么、啊？你以为他妈他，你以为要报废啊？他说：“小师哥，这个应该有15万的价值吧？”15万太扯了。看，其实我忘记我那时候我那台卖多少钱，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。可是他说外面有人跟他出12万，所以你也只能出12万。我跟你讲，这就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中古车业界俗称的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财很硬，打就给。这个是我跟你讲，这是一翻两瞪眼。你跟你女朋友讲说，要么就来跟我做爱，不然我们就分手。有没有财很硬？有，这就是财很硬呢、欸。这就是财很硬啊！外面人家就估12啦，你来不爱台啊？啊，要就来，不要就算了。干这才招硬的、欸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会屈服在那个淫威下吗？会啊。对啊，我屈服了、啊。没有啦，是真的要买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车齁，我们回来我们便宜花，好，便宜整理。我觉得只要这个卖价在，不要，我是怕我每次都花超过啦。我假设没有花超过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卖价不要超过20万，应该都会有人有兴趣。我觉得啦，啊，要不然就开博物馆，能不能怎么办？可是这车有点可惜，它不是七人座的，我比较想收集七人座。那我们自己改七人座？不行啦，它那个原厂的椅子很漂亮、欸，它那原厂的椅子盖起来后面是全平面，就像后车厢一样，然后掀开那个椅子还翻起来，所以那个原装的椅子那个没有办法。你以为 Pemacy 随便马五随便让它加装一个椅子进去这样就好了？不是，好不好？要、啊、不然阿大，我教你最简单的，你去小北百货买两个板凳放在后面就好了，不是很七人座？看你要怎么摆，要朝后面、朝前面、朝侧面都可以啊，不是啊？所以那个还是要原装的。啊，好啦，反正哦，这个网友也不要骂前车主啦。虽然有时候这种是这样啦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前一个人跟他估12万。那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，就是说你的车子你有一个你想卖的价格，对我来说买不买得下去就是我的问题了嘛，
对不对？你把问题丢给我了嘛？那我如果觉得十二万别人估得太高，我就跟你讲说啊，拍谁，你去卖它好了。好啊，如果我很想要，我觉得有这个价值，那我就十二万跟你买。我觉得这样也蛮节省大家时间的啦。所以其实过程中我省去了很多说故事的时间了。他如果没有给我一个说别人十二万的这个价格，我就要开始跟他说故事了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哈是这样，你报废了就等于宣判他死刑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对车这么有感情的人，我觉得说如果这台车我不接手，他就会被抓去安乐死。那我当然会觉得，好吧，那我就先领养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我要说一大堆故事，很累，很累，很累，懂吗？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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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懂哦，懂了啊，哈、哦，怕桌球，怕椅球，哈、哦，我嘞，我有没有跟流行？有啦，反正啊就是这样啊，反正也节省了我很多说故事的困扰啦，我很累啊，反正他就讲啊，人家估这样，那问题丢还给我思考了一下，这个十二万。会计会怎样吗？我不知道、啊，没钱，没钱，心里面很无奈。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哦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观众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是老板，我要买一台车，要跟会计拿钱，还要被念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就像有一些男人钱赚了回家，都交给老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想要买一台模型车，不行，哎、欸，钱都是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会把钱都交给老婆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你确定？”妈的，你这马子狗干的！你我不相信你的话，他妈的，你不止钱啊，你身心都给他了，我操！双鱼座你也不晓得啊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有没有毫无保留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是这样啊。有没有？搞不好分手以后再来跟你借钱，你还借他？有没有？你会不会借？会啊。对啊，你看双鱼座的嘛，如果是我就比较高端的啦。分手要回来借钱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啊。晚上八点，好、哦、哪里见？这样面交，只有面交，面交，面交，面交。我没问题，我就伤谁？好啦，啊，这个车最后我们买的价格是十二万，真的是十二万啊！不要骂前车主啦，这个人家有给我们选择机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家没修片嘛。好啊，我也可以说我不要，十二万太贵，你滚，红杆子。有人私讯我说，小师哥，我想要去店里朝圣。我说朝圣什么？然后我想要看那根红杆子。啊，哦，红杆随人的红杆子。然后之后做个简单的整理，再来思考要留着还是把它卖掉。好，那今天的你要卖多少在这边？我们影片啊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好，记得啊，反正我要讲什么知道，片尾每次讲到这边，然后本来那个直播四千人嘛，对不对？五千人、嗯、啊，喜欢影片记得那个就是，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剩三千，剩两。前剩一间有没有？对，没你们他妈这些驴蛋，然后后面说哦，片尾还有，看没人看了，呵呵那个像上字幕有没有？有彩蛋都没人看了，那个电影都已经散场了，你还在上字幕，然后最后才出来一段哈，钢铁人在那边他妈的敲东西，看谁看得到？以后就是把片尾放在最前面，知道吧？下次小师的影片片头一出来就先上字幕。哦，喜欢影片记得那个这个剪辑哈、哦，阿呆，然后演出谁谁谁的开始上字幕，先上字幕会了吧？不要到最后人都跑光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Wagon.